阿刘抄着扁担过来了。阿明徒弟。啊？徒弟不在。他不是说过来了？啊，没有，不在。不可能在。哎，车子在这里。车子在这里。跑哪去了？去找找。我都跟你讲没有了，楼上也没有了。嗯，你们在后面。我都跟你讲不在了，不在了。我找不到他，啊。师傅打徒弟了，哎呦，你们都当徒弟找吃东西呀？哎呀，不敢呀，我不敢了，师傅不敢了。你割米的时候最开心，徒弟乱跑，跟着跑，是石头干的，不是我干的，还不是，你说不是就不是，我不敢了，我不敢了，走，你找钱还给我。去，那三个奖金，换下来，换下来。敢不敢？哎呀，进去，说清楚。哎呦。不敢了，现在怎么弄？来，上我家掏一窝，掏一窝哈。对，谁给你的胆子啊？不敢，啊？石头，你敢？石头，石头干的，去找一窝给我哈，不然你今天这关过不去啊！我。山上野生的，才现的一窝，早一窝配给你师傅啊。对啊，那这样还可以啊。我藏的那么隐蔽，你都找得到？车子在外面，人后面的。你现在还有几下？就这一下吗？啊？就这一下。对呀。啊，压箱底的都。要拿出来贡献给你师傅啊！那肯定的，昨天进去。哎，你一进来你就看到，一进来就被你看到。哎，徒弟过来，这箱藏多久了？压箱底的，东西放好，去搬一下重不重来？哎呀，你去提一提，试试。试试哈。试试就试试了。不够赔呀、啊！不够赔，闹没了。哎呀，出黑分啊，可能给分掉了。太轻了。不是出黑分了，我估计给分掉了。有个了。来，有米，有一点点。来收分喽！出完台了，分掉了，肯定分掉了。今天这些只够阿六的工资啊，我们都没工资了。啊，看看啊！哇，这个招十天来哈、哦。套套带起来哈、哦。对，准备开始研究起来了。快点！然后这边有个碗台哦。对，你就留着了。这里有个碗台还没出，我们这后面两块给它留着，就搁这前面几片。等，干嘛？装进去。我都跟你讲，跟收分龙一样了，你穿裤衩就穿裤衩，还要穿个黑色的裤衩。你这夹紧，它分里面一夹就中。它没有钉啊，装进去。哇，不错。不错，那肯定不错嘞。你看，留一半给我，好不好？压箱底的，你还要一半？你说什么？没有，不敢。你那个不要换来换去的，换我头晕了。喂！耶！哇哈！
哇哈！再挖哈都跟你没关系哈，再挖哈，再挖哈都是按钮的，割外一点，不要割外一点。你的割的四四方方的，漂亮，怎么这么整齐？哇哦！盖住！你怎么这么整齐？会断掉！哎呦喂！哇啊，还可以嘞，什么轻轻的啊？这你的工资绝对够了。那我昨天他把我偷了多少走？也就十几斤呢。我这心情好看。早上被打了才说出来一下，要不然都不说。早上阿六提着扁担过来走他才说了这一下、哦、再说一下啊、嗯、还有没有接下来是找你的同伙了，昨天同伙你全部都给我叫出来，同伙还有同伙，这块不好啊，这块不好啊，那边好，这边好，那边不好，一边是水密，水密还是空的，空的，空的好，空的没事，切掉，我看留三块吧，也不差这一点了。对呀、啊，嗯，不差这一点，要不然这两块没米，知道吗？这两块，来，这两块是没米的，干脆这一块有米的多，再给他留一块吧啊。先翻过来，你先翻过来。对呀、啊，你这样子。翻过来拿着。慢点啊、哦，不要掉。翻过来拿着，他等一下接。拿过来，翻过来啊。这个笨蛋的人，你搞了半天还不懂，叫翻过来不懂啊？翻过来听不懂啊？哎，这个，轻轻的盖下去啊、哦。来，分先抖进去。最后几下用力一点啊。好，盖。盖轻轻，轻轻的。放下去。哎。好，箱子放回原位 ，OK， 冬天再来一次啊。这个叫循环利用。你们不能来偷啊，这个位置你们不能来偷啊，这是阿柳的啊。再拿个箱子放这边啊。好。拉烧一下。啊，雨淋不到啊，太阳晒不到。好地方啊。那现在没了。没了。啊，真的没了。不够。没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有野外的。野外的现在太热了，挖不了，要搞这翻里头的。要不然去阿六家再割一下。啊？油桶。油桶。啊。我看你打得不怕好。还油桶。阿六家房顶的那个。房顶的。压的都要塌了。对啊，房顶都要压塌了嘞。你不割掉房顶都要压塌，割不割？割阿六家的去不去？觉得我帅的话，有没有墨镜换一换？太痛！哎呀，哎呦，对，我不敢了，哎呦！现在找石头算账了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徒弟算账完了，找石头算账。没见。不借，借的。喂，我有个事，我有个事想和你证实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啊，是啊，一个事情证实一下，没有其他的意思哈。你不要。对啊，对啊，你也不要说不认识我，等看到了你就认识了哈。有些抖不会抖，不会抖，喝泡杯茶哈。我们先走，过去。我们现在过去哈，泡杯茶哈。好。走。这个多，不要这个一，我该得多少拿多少。啊。走，石头家去霍霍一下啊。拐进去，就这里。哎呦，有狗啊！我是阿林。我是阿林啊、哦，认识吧，本地的啊、哦。阿林，知道你啊，我是阿林啊，本地的，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啊！
另外，我跟你讲，刚才不应该打电话跟他讲要过来，你看，哥，我哥都来不及。你是怎么想的？你要找你徒弟？他说是你呀、啊。没有，你要看视频。别动，别动。现在你没有动。你等我这些歌吧。都是我的。那边还有一些，那边还有一些，那边还有一些。哦，这个。石头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在家里割米，哥都来不及。电话刚打完，什么米就割完了。我靠，你也够快的啊！啊，米都已经割完了。哎，出完台了，我的个笨！这就是你的笨。这个石头速度是可以的，早知道应该刚才不用打电话啊，直接摸过来啊。我觉得他不会说我要过来那些给你留个事啊。等一下，我后面还有没有？拿冰箱去换。哎，另外，等一下，这个给你安排一下啊。这个换在哪？等一下，我知道。不要说啊，不要说。这些。等一下。不要你办。这同伙，我拿不到，这么急嘴。我们家真的。怎么没有？啊，空空的，轻轻的，这个歌的有什么用？就这一下呢？还有没有？还有。啊？怎么还有？这里是蛋蛋，这里一下是蛋蛋，那个是蛋蛋。蛋蛋。我不信，真的是蛋蛋。蛋蛋行。嗯。轻一点。啊？还有没有？没了。没了。没了，没了，屋里去转转。没了，没了，你也说没了。没了，屋里去转转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看一下，你看一下啊。看一下要站远一点，不要站那么近。谁演的？这个锁住的，这个锁住的。这个不要啊！不要徒弟，这不要。哎，我给你徒弟。好点，啊，多头撑杆。贼不小空。帮我装两把啊！我也要两把，你两把，我两把。撑杆啊，多头撑杆。对吧？今天可以了啊，再不招空了。现在今天一米又有了，撑又有了，是不是啊？一口袋走了，报仇回来了啊！那、现在回去啊，这件事就这样扯平了啊！扯平了，扯平了。那接下来是你了，我没有。